啊？看什么看啊？啊？今天放学给我买两包辣条，听到没有？玩一下游戏啊。哦。干嘛用我的手机玩游戏啊？没电了。整天就知道玩游戏。你玩的游戏特别厉害，你看你看。老婆，叫我还叫宝贝儿，真恶心，你就打电话骂他。喂，老王。玩游戏呢，我刚收到你信息，说什么请我吃饭，你这怎么突然间想请我吃饭了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不准再这么肉麻了。我跟老婆在旁边呢，你这还以为咱们两个怎么了呢？啊，行，就这样，我等会儿找你啊，咱吃好了去啊。好，拜拜拜拜。这老王有病。哎呀，
怎么了？感觉好像哪里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你看、快说啊！快点！玩游戏要专心，快点！你看。啊，对对对。好厉害啊，老公，你打游戏好厉害。是吧？厉害吧？是吧？打游戏最厉害了。是吧？我告诉你，玩这游戏特别厉害，你还不相信呢？你。对。你看，加油！赢了吧？加油！来，再来。再来一关，再来一关。我告诉你，这游戏我都玩通关多少次了。Thank you.
欢迎光临两位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菜单。我看一下。好，服务员长得真好看。可以尝一下我们店的法式牛排，是刚从英国空运回来的，还有我们店的澳洲龙虾也是非常的新鲜的。啊，那个你这是什么东西是免费的？啊？我们店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店没有免费的东西。你妈倒吧，没有免费的，一般餐馆不水都不要钱吗？水是免费的，对吧？你给我来壶热水，要一壶啊，要一壶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饿了吗？赶紧吃点。你要两位你们的热水。哎，谢谢。啊，先生，请问点点什么吗？哎，你这也给我用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不用了。你好，本店是禁止吃自带食品的。是的。啊，这咋还好说啊？你这，哎，你把你的面包给我。哪是自带食品呢？这我是他带的吗？他带的是我带的。你待会儿再尝尝我这泡面，泡面不错。行了，不用你了，你回去了。哎，你这会儿，哎，你这是免费的吧？这糖是吧？免费的吧？免费的。行，那你赶紧拿着，你装走。